第二首曲子也是巴哈，我们知道巴哈其实就是音乐之父了啊、哦，就是我们西洋古典音乐上面哈、哦，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大师啊、哦。另外一个大师我们知道就是韩德尔啊、哦，或是说那维瓦蒂啊，维瓦蒂的世纪啊、哦，这都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。那第二首曲子也是巴哈七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，一样这个组曲有六首。有前奏曲，那后面有很多什么，什么舞曲，性格不一样的舞曲，那组合起来叫做一首曲子。那我们现在只要听它组合起来的前面的这一首前奏曲啊。那我就慢慢要加入理性的部分，让大家来思考了哈。来，慢慢来。刚刚对乐曲我都没有讲什么深入的话，我是讲一个形容让大家了解它。事实上真的看到这个徐医师的技巧是很高超的、哦、行云流水，气韵深厚、哦、所以这个音乐的美感就很像流动的电影一样。那为什么讲巴哈音乐？其实音乐、哦、是有理性的部分的、哦、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哦，现在一开始他会做一段的音乐，我们先听看看，我马上提点大家要有什么理性的基础在上面。你看一开始，好，什么意思？你看一开始对吧？其实一个和弦把它拆开来，那一下来马上就好像抛物线，好像哇散开来。其实我这个曲子我导聆了二十几次了，可是我每一次导聆都有新的发现啊、哦！我今天很高兴，赶快要分享各位。我就是穷尽我的思考，要想说用什么样的比喻让大家能更贴近这个音乐的美感，所以我今天想到一个比喻哈，蛮不错的，你参考一下。比如说我们在看国庆的烟火。晚上，你看了、啊，你想看有没有一个砰一声，然后旁边哇烟火就出来，砰打上去一声，然后烟火就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你现在注意哦，我现在提点大家，他等一下会完整的演奏一段了、啊。你注意到他的那个一，脚一踏下去，就好像你看到那个打上去的砰一声，那马上烟火就四射出来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、哦？如果你可以大概了解这个方向的话，我们请他一开始拉长一点，你注意到那个音打下去，就一串的音，一串的火花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领略一下这段。其实你看看音乐有没有冥冥中有一个秩序啊，它不是音乐随便乱跳的，它是一个理性的架构，就好像建筑啊，建筑每一个建筑都有经过结构技术算过，安全没有问题，耐得住地震，然后居住那个强韧度都没有问题。可是建筑不是那么死板的，它会在上面多一点感性的部分，那么更有它的结构跟那个形状的美感。来，音乐就是这样。好，这好像是抛物线一团烟火，可是中间有一段哦，它好像切磋琢磨一样，好像一个线条的，不是抛物线的。我现在就是导入一些视觉的几何的概念融入里面，让大家去体会到它。中间有一段好像在两个在聚聚子，一直在出出出，哎，这很有张力的在那边聚东西，聚到最后才舒缓的马上上来，就把乐曲结束了。所以我们看看啊、哦，等一下有这一段，你体验看看，跟刚刚那个火花一团的火花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好，就是这个，你体验到这样。
那接下来我就不多说了，从头到尾演出，你看一开始火花四射，中间有一段就是这个紧张的时段，锻炼完之后，他就一个圆弧啊，最后就结束了。所以音乐的美感就存在这里。好，就这么简单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首曲子。Thank you.